好，最近现场来看到，这是呢传出马总统和在1月5号要来和立委来参叙，可能因为美国牛肉的一个争议哦，现在可能要延后了。但是呢，刚立法院长王金平他表示说，他完全不知情，来听看他的说法。吃饭的日期是我定的啊，但是府方说可能对了，还没有告诉我院长。那现在连改期都没有跟你说啊，那要延期也没跟你说，那你认为这样的沟通够吗？不是，可能我在东部那个通讯不良嘛。啊，可是很多立委连书记长他们、吕学忠他们也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你认为这样的沟通可能还没有告知我嘛？啊，应该明天一定会告知我，后天要吃饭了。没有，后天对，后天晚上啊。我没有看到。好，可以听到呢，这王金平他表示说自己完全不知情，但是日期呢确实是他自己定的。而之前是因为传出马总统是不是要对这所有立委因为美国牛肉的议题要来摸摸头，所以传出这样的争议。